喵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逍遥门的关系十分混乱，二师兄喜欢三师姐，三师姐喜欢大师兄，不过大师兄又究竟喜欢谁呢？哦，大师兄，昭昭啊，吃不吃冰糖葫芦？吃，谢谢大师兄。多好吃。怎么了大师兄，有事儿吗？昭昭啊，听说你修炼又卡住了，这本秘籍给你吧。哦，谢谢大师兄。昭昭啊，我这里还有点心，要不要吃啊？大师兄还要不要啊？吃不吃啊？还要不要啊？吃不吃啊？还有很多啊！莫非大师兄喜欢我？我不知道你有那种喜好，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女孩子，你知道的，比如三师姐。我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还？我只是感觉跟你待在一起最安心罢了。果然还是喜欢我。